十法界里头都没有正念了，四圣法界是相似的正念，不是真的正念。啊，六道凡夫没有。啊，但是现在告诉你，有一个正念，念阿弥陀佛是正念。啊，我们什么念头都没有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这正念。 这个正念，比四圣法界的相似正念还高。为什么？这个正念在你一生当中，决定得生净土。一生净土，你就是阿惟越支菩萨。多殊胜呐！多难得了！关键在呢，关键在放下。我对这个世间不再执着了，我真的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我到这个世界来是观光旅游的，这不是我的家。这里头，林林总总，一样我都不需要。 来住旅馆玩几天而已，就回去了。顺便把这个我们自己居住的极乐世界给大家介绍介绍，你们想去的话，行，都可以去。替阿弥陀佛做广告、做宣传呢。把极乐世界介绍给大家。 多自在呀，多潇洒了！一定舍得干干净净，连身都不执着，还能执着身外之物吗？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，是我们净宗人的正念。 你的念头不是这一念，你是错了。一切时、一切处、一切境缘之中，要保住这个正念，不要让正念失掉，你往生就有把握了。往生有把握。 你能不欢喜吗？肯定法喜充满。